东南亚的附魔武器而已。好的，那我看一下哦。那我们再麻烦，我们再把福尔请过来。我们的最后一波，所以我们一样哦。那还好，你不是要开觉醒，那我们就是平均上去就对了。来吧，福仔，最后一波，点完睡觉。最主要的是要走力，你要走力还是走性？应该是力吧。应该是力吧，只是幸运你就先放在旁边。叛逆的，对对对，叛逆的。要点武器也算是偏悠哉型的，没有主要的要求。对，而且我这边画面被切到了。对，没有主要的要求，要的就是把它变成力量，然后点高就好，因为它的那个什么，就武器而已。好，对对对，而且是七等八等，而且它比较特别，就是双手武器，单手武器。比较没点过这种，对对对，你就上吧，这是便宜的吧？对，没有像双手那么的恶心，双手真的是太恶心了。八，你就点，然后我再继续跟大家说话。八，只是他这边简体，你要仔细看。所以你可以先点那个幸运的部分。你这样讲才发现，对，它是简体。写我们的空空送出了十个小 P， 恭喜影八，恭喜影八。哎，加油！引发之后才是开始呢。大头在台北吗？刚从台北回到香港，我在云林。对，超远的。你从台北到香港搭飞机，跟我从虎尾开车到台北可能差不多。对，可能差不多。如果你拿到空空的小 P 的，记得跟咱们的空空说一声谢谢。好衰，七升八的几率是10%，可以啦，福尔 ，OK 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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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好，八，说八就八，八，力量，其实力量可以先挂着。哎，东哥，早安啊，东哥，早安啊，东，早安啊，东。辛苦了哦，今天你应该是爆干累的吧？今天那个累的程度应该比昨天还扯。你该不会现在还全部弄完吧？久了，八力，他是收力，对，实力哦，有了，不愧是有实力的福尔，哎，好烂啊！九力量，哇，八星哦，好难哦，八体哦，有了，七升八十趴，八升九十趴。力量八力，我、哦、这单手武器点起来真的是好舒服，就是也不用一次喷那么多颗，九对吧？不用喷那么多颗，八性九智九力九升十7.5%，九零十力成零不是没事没有有点八七。七敏，六智，可恶，十，九智，九体，十，八零，可恶，九，八升九是10%，变九颗嘞。啊，对，十，你越高还是会越贵。哦，哦，有了，十字。八字哦，好，哇，都是智力，你是不是搞错角色了？八力，有的，十一力没有，主力副幸运，好，敏捷体质，十一力没有，灵巧没有，突然觉得点中央好舒服，真的，八字九七零。八字九八零八力，好，先留着。七体八升九是10%，八升九是10%。可恶！刚是不是还有一条还没洗正？对，你要不要先把它洗正？对。你转诗人就给你力量啊！十字十一体。可以，九升十是7.5%，所以刚7.5%。哦，然后十一升十二是5%，没有，十升十一是6%，你刚是6%。
十二。十二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同学，你刚一个力量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连个力量都没有，幸运先点一下，他是负幸运， oh, 以防万一。好好好，十三，十二米，我现在也是十二颗哦，有点贵。哦、oh, ，对，终究是武器，还是要去其他地方。我觉得还是洗阵吧，我会选洗阵啊。哎呦，洗阵了，洗阵了，好，不要点他，不要点他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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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够高，够高，够高，九字，好好好，哦，有有有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九力，九力，更好，更好，更好，太贵。东南亚都关九体，哇哦！你刚点你自己的那个那样就好了。对啊，刚可是这个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可是好像也没有多说多少。对对对对，九八升九十趴，八零七星八星七体，哇、cool. 哦，一千颗过去了，九体。九力哦，好哦，这个九八体七星，停一下这个三，我这十三太贵了，太过分了，哇，没有不给就是不给，九力九力，看你要不要点这个，把它点成十十十，这样至少以后开附魔就不用再开了，哦、oh. ，再升两条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就可以之后开附魔，至少算这个开完了。刚刚主武器应该已经开到十十十了吧？你说这个吗？十十十，对，哎，没有哎、欸，九一一差一点，差一条，对，这个升一条，下面那个升两条，这样就好了。九九说九就九，九力，好了，这个 OK， 先这样，我们先把这个洗出两条，让它先变十十十，之后也比较方便。不用再来洗，七百多颗应该可以啦，应该可以两条啦。九升十是七点五趴，可以的。九力八九九十一一十十体是一样的，放前面。对，有了，我忘记我刚刚等一下要鬼转那个 sandbox。十二粒，哇，哎、欸，好嘞，洗好嘞，你看我，你剩下随便洗啊。好好好，对，我们点完这个，我们就来吧，我们就准备先，哇，还在升哦，哇，十粒，而、欸、且我刚忘记看它的那个力量多少了。哦，那个有倒带，应该有倒带可以看，十，哇，还在升呢，哎、欸，这已经十一十，哎，没有，还没，有种再升一条就十一十一十一了。有没有机会？十一粒，九体，九字，十一粒，十性，可无性幸运，反正没有喜正嘛。十灵草，应该可以啦，这一定可以啦。十一力量，智力，十一十一十一了。哎、欸，拜托，我现在希望是喜正，不喜正有点危险。对。对。你要不要换一下？哦、oh, ，对哦，你点别的。不是、啊，我想说随便点一下。哦， oh. 好好，可以去把它洗回来，把它洗回来。对哦，对哦，这个。嗯，随性，幸运先解。有没有机会把它力量啊？有了，哦、还有哎、欸，你还可以去洗哎、欸。你要不要洗武器？啊、就洗另外一把主武器。十哎、啊欸，每次都剩最后几颗的时候，都很夸张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力量、这个、有了，有了，有没有机会？太扯了啦！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还能吗？加油！还能哎、欸，真的还行吗？十一力量！哎、欸，这后面真的为什么那么好？以后我都要先点观众再点我，以后我都要先点观众再点我的。十一，好的啦，十一十一十一啊，随便了，我就等一下看，随便你点了。不能啊，每次都先点我的再点观众，我都觉得我很可悲。十一题你要吗？十次机会，要不然就先不要了，放着。我觉得蛮难的，好、啊，就放着，然后洗其他条。但你还在过哎、欸，哦好，还在过、欸，你就洗其他条，洗其他条，洗其他条，太扯了。最后面疯狂哎、欸，直接、欸、连上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刚刚有那么说哎、欸。对啊。十一
没有，没有了。哇，哎，刚刚多少？他刚刚说什么？768773，按一下哦，1000。你刚刚攻击多少啊？我刚刚没有看，我刚刚忘记看你的攻击了。这时候直接看你的攻击就知道说你的秒伤差大概差多少了。哇，好啊好啊，哇啊，谢福大谢福大谢福大谢叛逆谢福大谢叛逆，哇，你这个后面那个，哎，我以后可不可以先点观众，我再点我的？我不想要先点我的账号。哦，好爽哦！你看1000多粒，人家1000多粒，他的那个负重就有到38000，哎，好爽。75万左右，我就帮你看一下。